9月3日，有网友曝光了一组杨幂录制《你我皆王者》的上班路透图，又是被惊艳到。如今杨幂的造型也提前曝光了，照片里杨幂穿着特定的战队服，黑色长裤和马丁靴，大长腿的比例简直逆天。网友感叹，杨幂不去参加女团真的太可惜了。除了幂姐的腿之外，杨幂的头发也是一大亮点，可能是为了配合综艺的主题，杨幂还做了蓝色挑染的发型，又飒又酷，瞬间化身炫酷电竞女主。从《你我皆王者》这档综艺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，和大家都熟悉的游戏有关。很多网友表示，节目还没播出就已经很期待了。众所周知，杨幂非常喜欢王者，平时在片场或者休息时间也会打游戏消遣。当然我们的幂姐技术也是非常好的，不光是王者的代言人，还是妥妥的技术流。私底下杨幂和这些职业技术的关系也是非常好，经常一起打游戏，令人羡慕。虽然是参加游戏综艺，也期待他们有更多精彩的表现，希望节目早日的播出。祝愿杨幂越来越优秀。